公道，圣母观图自然加给所有人说。弟兄姊妹，我这在主内为囚犯的恳求你们，恳痛务要与你们所受的重召相称，凡事要谦逊、温和、忍耐，在爱不中彼此担待，尽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心神的合一。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圣神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希望一样，只有一个主，一个信德，一个洗礼，只有一个天主和众人之父，他超越众人，贯通众人，且在众人之内。上主的话。